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天，我们回来继续哆啦 A 梦铜锣烧电物语。我们上一集的进度是好像没什么特别嘛，孙梅干咩？孙梅星王子刚刚在个天空飞了，我们是因为整个机场。咁就今日我想做嘅就系试多次打呢、這个巴哈，系咪读哈字？哈巴哈。因为咧，我哋上一次好似系唔记得咗咁恢复体力。如果我哋用埋恢复体力，系应该够打嘅。好想打佢，系啊，我应该下一 round 可以用恢复体力。等佢咪到我哋一下之后，请揿掣。恢复体力？咦？我按错掣喎，喂 ！Reset out 即系咩啊？喂 ，OK， 即系到呢一刻咧，我都系完全唔知道 reset out 系 stand for 乜嘢？点解会出现咗 reset 呢个字咧？究竟 Switch 究竟系谂乜嘢？耶！大雄与龙骑士其实好型噶，我觉得呢个龙骑士，但系细个嗰时咧，坚系觉得佢好恐怖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场是很恐怖，他的封面也是很恐怖的。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如果你们会去怎么说，去你们可以上网 search 一下哆啦 A 梦，不是大雄的大雄与不知道什么龙骑士，总之找到一个封面，你会觉得有一种阴森的感觉。哇，整香什么料？整香黐线的，一马当先。第一位130,000，哇！啲钱好似唔使钱喎，啲钱好似咧得嚟好容易啊！开始我哋而家已经有800,000+，差唔多成球啊！我哋已经有超能力帽，系咪越嚟越贵啊？超能力帽点解成37咁贵嘅？好似之前唔使咁贵，我有啲怀疑系我哋用得多咧，佢系咪会慢慢升上去，即系唔会永久 keep 住嗰个点数要求啊？即系原本可能十几玩到30+，我睇我哋而家。即系 越用得多就越消耗得多咯，佢会个消耗嘅能力嗰阵。头先我哋点样升级啊？仲差啲咩啊？仲差比赛中获胜。我上一次好似系玩过唔知咩呢个啊嘛，雷米饼输咗嘛。雷米饼有冇嘢 replace 到佢啊？好似最高分系雷米饼咯，讲真。其他都不及佢高分喎，或者我哋求其揾另外两个比赛俾咗佢先咯，应该有啲初级噶嘛，团子咯，三色团子初级赛，是但玩一个啦。呢啲应该轻松攞到，求其攞两个，即系玩两个比赛赢咗佢，升咗级先咯，我哋品质88。奖啊！我想要未来币啊 ！Yes， 系未来币比较难获得咯，我觉得。小夫又有呢一个勋章，有冇啲咩好嘢啊？温泉足浴温泉重力喷漆房，如果有小树，似乎会发生什么？植物自动化型。自动买卖机咁鬼型嘅喂 ，SL 烟特寻找食材，哦嗰、那个笠喺个头度嘅自动贩卖机，喂好鬼过仔、哦，自动贩卖机喎、哦、有机械人资源数，愿望的费用会略微稍微下降，模型滑雪场、哦，好笑啊呢、這个，空地上定居动物的家。哦，呢个贴喺嗰埲墙度，之后变咗间旧屋啊！自选梦境机啊，使用电源速度，咦？系咪去到5星级就完啦？咦？我哋系咪就爆机啊？佢好似除咗5星级之外已经冇啦。馒头之书。我哋因为比赛多次先咯，系咁以弱过咗去初级玩埋呢个先，我哋求其啦，求其啦，应该都赢硬啊！初级赛就
系中级菜，原来有啲难度，可能佢有高级菜其实。骨穿女士，我见到下面有个，即系阿福个阿妈喎，原来系。哎呀，唔够啊 ！shit， 我唔需要钱咯，唔该。一球啊，真系。叮当获得勋章。好，升 level。咦，我哋而家五星噶咯，系喎系喎系喎，点啊？太空船走廊同煤气灯，点解会有太空 style 啊？咁癫嘅个太空 style 啊！诶，睇唔切个咩故事添？嗯，有啲咩跌咗喺地下咧？系咩嚟噶？银河铁道列车飞，原来系神秘列车嘅飞啊！我知啦，系哆啦 A 梦啊，就话啲飞卖晒，其实准备好咗嘅。喂，哆啦 A 梦。好期待神秘列车啊！吓、啊、你讲咩啊？咪车飞咪买晒咯！哎，唔好扮啦，我已经知啦，唔使瞒我啦。系啊，你将重要嘅飞跌咗啊！吓、啊，都系神秘列车嘅车飞。吓、啊，哆啦 A 梦，张飞唔系你噶？唔系啊，咁啊，即系话有来往呢个世界嘅时间线嘅未来人存在啊！即系吓、啊，有时光机啊！睇嚟系咁啦。或者佢喺本寻找食材嘅时候，发现到神秘书咧都有啲关联噶。吓、啊，即系点啊？神秘火车车飞有乜用咧？即系神秘火车车飞，即系其实佢有个主线故事嘅。其实佢唔系斋一个经营故事嘅，提高口碑加28个顾客同埋考试成功。OK。即系咧，佢原本咧，其实个故事系讲，应该系有个主线故事嘅。其实我哋一直应该系一路咁样推进住嘅。咦，我成日挂住讲嘢添。有限时代旅行参加公司嘅培训，作为导游必须，咦，了解各个时代做咩啊？无端端，系咪多只嘢啊？多咗个潜在顾客咋？好期待。我呢只嘢好熟口面喎、啊。呢只嘢米古节系咪应该系？有一道大长篇咧，叮当咧系包到自己好似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嗰啲样啊，跟住佢有个神灯啊，个神灯可以出嚟，神灯好似唔系呢只鬼嘅，神灯好似鬼肥嘟嘟嘅，虎毛星球，仲有啲我哋探索力不足都开唔到，但我记得有一个系要揾咩21位门嘅，系咪呢个咧？因为我记得系有条友揾紧21位门。但我唔记得咗边个咯，而有一位门而家已经喺我哋度啦。系咯，总之佢系应该有个主线故事嘅，但系我唔系好肯定佢主线其实而家系去到边个地步，因为佢好零好支离破碎，散收收咁样咯。但佢头先讲就系话点解我哋可以 connect 到其他？不同的藤子 F 不二雄的世界就是因为即可能有个未来人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要去找那个未来人的样子。哦，他找了马骝。OK， 那不是他找21位门，那是谁要21位门？野餐的目的地，9000元豪俾你啦，系电影院仓库工作室108000。哇！我哋呢个间铺头真系大得好紧要，应该霸占晒成个版图啊！应该最终系可以。好多人帮衬，超好生意，真系超好生意。我哋而家啲材料咧，仲要多到咧，都唔使用，用唔到咁多。其实改良下咯，而家系最主要系棘咗喺呢一个嘅比赛度。甜品制作，我哋整多啲咯。其实仲有好多款我哋未整嘅，酱油加咩淀粉糖浆。预手洗团子，你好想食啊！我有
每次见到都好想食，装饰下。波，整个波啊，做咩咧？其实黑色盘，哇，系全部都贵嘢嚟噶。D gray， 都系咁嘅分数。哇，有成七分啊！阿面三先生好中意食喎，面三先生，多谢欣赏。仲有咩？馒头粉、红豆。樱花叶，哇，又系个咩葛英饼，唔识呢啲日式嘅和果子，完全唔识，都唔系好高分嘅，唉，搞啦，系是但啦，冇乜心情咧，喺度逐个逐个搞，其实都好嘥我啲 F 币嘅，啲 F 币咧系要嚟开嗰啲神秘书嘅。所以如果用晒咧就，哇！圣诞老人中意复古咩玩法？点解圣诞老人会想要复古呢？都唔 make sense 嘅。咦？冬粉啊，我哋有红豆沙加冬粉，再加咩啊？加牛奶。哇！咩嚟噶？忌廉红豆沙，我劲似啲台式嗰啲。台式嗰啲甜品喎，嗰啲咩咩丸子咧，台灣咧嗰啲咩甜品咪好興，嗰啲咩咩芋丸啊，加呢啲咧，曾幾何時我都好中意食噶，不過而家冇食啦，真係，可能年紀大，即係咧見到啲哇食糖水咯，甜爺爺咩做乜咁樣咧，同埋通常都係食完飯之後先食咧，其實係好鬼飽，食唔到咁多，食涼粉都仲好少少，因為豆腐花或者凉粉咧，感觉上轻盈啲咯。芋丸真系好饱仔，冬粉贵喎，又多一个添我哋。哇，喂，多贵啊，大佬，劲多专柜咯。但系咧最衰咧，佢嗰啲位置咧唔可以咧背住我哋，系一定系向呢边咯。清爽的牧场可以去牧场，我哋今次去旅行可以系。睇下先。我哋可以扩张过去，睇我点样搞先。哎呀，揾到啦，廿一位门啊，就系佢呢只，呢只唔知乜鬼嚟，呢只我唔知咩嚟嘅，但系佢几得意啊，我觉得佢好似毛茶茶咯。我好中意食呢个，啱啱好正好。蒙猪系咪叫蒙猪啊？其实应该唔系叫蒙猪，可能叫蒙猪。蒙猪猪个名好港式味道啊！时光巡逻员有要食戚风蛋糕、天然鲷鱼烧未有？哇！单日销售额200,000，好恐怖。我哋嗰个销售额系吓亲自己。布甸，好多人食布甸。布甸我都一般般。不过布甸同啫喱，我会拣布甸。以前咧细个咧。食布甸咧，通常喺边度食到呢？就以前我细个冇咁多日本嘅，而家可能咧大家后生啦，或者可能有钱啦，通常咧会去啲咩日式超市啊、Donkey 啊嗰类嗰啲咁嘅嘢咧，一田啊嗰度咧买啲布甸咧，系嗰啲日式嗰啲，即系黄色，跟住个底系啡色，你倒转凸落去，咪有啲啡色一层，跟住黄色嗰啲咁嘅布甸啊，咩鸡蛋布甸嗰啲啊嘛，系咪？以前咧，我以前食嗰啲系得芒果布甸嘅。仲要系酒楼嗰啲咧，唔好食嗰啲布甸咯。即系以前细个去跟阿爸阿妈咧去饮茶咧，好常有嘅就系芒果布甸，而个布甸系好鬼靓嘅，嗰个帽系一个心形咁样，跟住然之后有啲边位永远都系咁。跟住阿姐就会问你落唔落花奶啦，咁啊一定会落嘅，因为觉得唔好执输啊嘛。即系小朋友心态，有得加就系加，尽加，劲多添，唔该。好似咧食饭咧，阿姐问落唔落豉油，好多豉油唔该，系啊，有得加梗系尽加。小时候的我，即系糖汁落几多，尽多，多到死为止。咁我将嗰、那个厨房咧搬咗去中间咧，我谂住咧，哇好多个窿啊而家，
跟住然之後咧就向四方發展咯，即係本來廚房喺實角頭嘅，而家搬咗去中間。咁跟住啲嗰啲座位咧，可能就包翻圍住佢咁樣咯。咁樣好似好啲係嘛？其實會隨住我哋個 size 又 upgrade 咧而去調動嗰個位置。講真，太空喎，呢度可以試下整太空 style，space style， 唔係 space style 係咩？叫做太空船走廊。我點形容太空船走廊 ？spaceship 啊！呢個應該收埋佢，好鬼瓦頂嘅感覺，收喺度啊！我哋哇好多個窿啊，好核突啊，大佬啲窿咧好似啲人環一忽咁樣。我哋要填翻啲窿，系咯，食布甸，但系啲布甸其實唔好食噶，我覺得芒果布甸唔好食。這個位置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樣解開。我想問收回去，暫時好像有四款還是五款的 style。 咦，我們玩到去收工、okay？ 我們的營業額都保持著那個位置，好像有些樽頸，不是說直線向上升，有少少樽頸，停了 幾天了已經。羊羹，哇！羊羹得两款啫。呢个咩嚟噶？冇印象喎呢只嘢。平时都会有啲印象。手指指，喂，点解秒杀咗只 Pokemon？ 哇！正义真系到今时今日，哇，好劲啊！福，黐线啊！大雄正義可以翻去瞓眼覺，叮當嚟啦，屌咗佢！勝利！我講起呢啲嘢咧，我早排咧，我睇 Steam 咧，見到佢咧，有呢一個嘅三國志啊，三國志唔知十幾remaster 嗰類嗰啲咁嘅嘢咧，就去登咗上去。我其實有啲興趣，其實我咧，中史係咁多年嚟都唔合格嗰啲嚟嘅。真系屎到喊啊！宗师，哇，黑芝麻馒头好似好型。咁咧，唔系应该咁讲，我中学咧其实读得好鬼屎嘅，不过都唔知点解可以苦苦碌碌入咗去嗰啲 band one 嗰啲学校啦。总之我就鬼屎嘅，宗师系未试过合格过。咁嗰个时候咧，啲男仔咧就佢哋嘅三国唔系佢哋嘅宗师好威嘅，唔知点解特别威嘅，问乜佢哋都知嘅。咁我問佢點解你咁犀利嘅中史嘅嚟，跟住佢就話：嚇、我打三國志咪識咯，我打隻 game 就會識噶啦咩？咁當然啦，即係我有嘗試嘅，我小時候我有嘗試去玩嘢 game 嘅，但係咧我就好似我記得好似有一次唔知開咗局冇幾耐，跟住後屘佢就叫我派兵去打老虎，結果我打唔贏只老虎，跟住棄咗 game 嘅，因為真係我都唔明點解。即係我個人認為啦，隻 game 一開始咧，其實 suppose 咧就應該好容易打嘅，咁啊冇理由會過唔到關。但係咧，我就好似打老虎打死曬啲人，輸毀咗一隻 game， 所以咧我就覺得隻 game 係有啲戇居啦嚇。對於我嚟講，我唔記得第幾代啦，《三國志》第幾代啦，嗰陣時候我真係唔記得。鬼屋好少，知唔知我條蛇咧喺個盒度咧好乸癲㗎？佢係佢係 base on 嗰個神話，有個女人咧，咪即係神話入面咧，咪有個女人個頭有啲蛇，跟住你見到同佢對望咧，就會變石化嘅。咁其實佢嗰個八寶咧，就係呢一個故事啦。咁佢只要打開下面個盒咧，就會即係佢打開個盒咧，個下面有蓋嘅。其實個盒咧，然之後即係前面有個蓋啦。咁個蓋可以拉向上咧，咁佢就會即係好似個盒打開咗少少咁樣啦。咁就會有啲光射出嚟啊！咁啲光一射到邊度咧，你嗰個位咧就會石化咗，系啊。所以呢個八寶攞出嚟做佢裝飾，真係好神奇嘅。講翻三個字先，咁就我好似唔知係咪今個月就
應該是今個月就有啊。我唔知道可能我出呢條片嗰時候，唔知道可能已經出現咗只 game。咁就睇下睇下玩唔玩啊！哇，遇見了小狗，會住到空地。哇，我哋嗰個空地有咁多咁多動物嘅而家，誇張。其實策略 game 咧，我就唔係唔中意玩，只不過咧就。即系我成日话啦，打机就唔好叫我用脑啦，最好打机我觉得系唔应该用脑，打机系应该点讲咧？即系好 enjoy 咯，好似呢啲咁嘅唔使用脑啊，系咪？十分六分，哇哇，魅力咁低嘅系，我至少输喺魅力嗰度喎，波都合格，一枚勋章，俾其实阿正贤俾佢有啲嘥。俾技安啦，技安反而有啲用，因为咧，反正你都俾人一瓜打死嘅话咧，其实咧，我觉得你直头做，直头收工啦，你直头唔好上场啊，真系算罢啦。佢又唔会帮手吸走嗰啲伤害嘅。狂热模式又嚟过，我哋有 party mode 啊，同埋有人中之龙八嘅外传啊。不过唔系而家，系嚟紧二月啊嘛。我 check 咗啦，佢嗰个人中之龙八咧，佢哋个打法咧系好似我上次系我中意嘅打法，唔系回合制。咁所以咧，我又有翻啲兴趣，系有机会会玩，即系有玩嘅可能性。二月系好多 game， 多 game 到吓死我。就算我唔玩魔亨都好啦。哇，做乜鬼啊佢？咁鬼痛嘅，因为呢个。哇死啦！等我睇先，应该要用回血喎。我睇下回血咧，诶、哎、得，好彩好彩冇用到回血，好彩叮当够强大， okay. 差啲浪费咗50个 F 币啊！不过讲真，二月系讲紧差唔多半年后嘅事都，而家先10月，系嘛？十一、十二、一二，仲有成5个月，差唔多半年。板栗馒头好味喎！我好中意食板栗馒头，虽然佢好甜，而家都冇食咯。板栗馒头啊，好可爱啊！呢个装饰啊，不过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食板栗馒头嗰时，简直惊为天人。好似喺吉之岛嘅地方咧，买咗一包仔喺度食，跟住哇，好好食，好食到黐咗线！哇，鲷鱼烧啊，有鲷鱼烧啊，点啊？我记得睇下先，我睇下。一个人要先，我尽快整咗俾佢先，系咪冇查查？天然鲷鱼烧即系咩啊？我天然嘅鲷鱼烧即系咩啊？喂，大佬，咩叫天然啊？边有天然唔天然啊？冇添加鲷鱼烧啊？唔通？我搞唔掂，我 get 唔到佢咩叫天然鲷鱼烧啊？有冇得 check 下佢鲷鱼烧究竟有啲咩？有啲咩特别噶？冇啊！喂，我哋平时系要揿个专柜哦，佢未出现嘅话冇专柜，是但啦，试下整。哦，呢个就叫天然鲷鱼烧啊！有冇搞错？咪即系红豆鲷鱼烧，有几天然唔天然啫？发瘟，黐线！平民的朋友，应该系毛查查会加到噶啦。诶，有一本书我睇下先，呢只咩嚟噶 ？U 宝850我哋。乜嘢系 U 宝啊？我见都未见过 U 宝，整咗个鲷鱼烧专柜先得咁多。花边好啦，哇，好逼啊！我哋而家冇位啊，哥没有位了。求其啦，一放佢出现啦。外星毛查查超正，超中意外星毛查查。哇，一整就成冚家出晒啊！佢隔篱嗰个机械人都好鬼得意噶，我唔记得个机械人叫咩名啦。二人座位，你三个人喎，二人座位，骨子橙啦、啊，骨子其实唔一定代表橙，可以系金啊、吉啊嗰类嗰啲嘢。鹰饼冇咩，我哋冇理由冇乜鹰饼。呢个鹰饼，哇，佢冇讲食材要啲乜嘢。知喎，真系佢唔讲话要啲咩材料，其实我都唔知道，要靠万中中喺度整。
大福面皮加咩白豆沙，加骨子，骨子啊，金骨大福，哇，好似好奇怪喎，整金骨嚟，我觉得唔系好 match 喎，好似真系有呢样嘢嘅咩？大雄都幾經濟喎，佢 suggest 我啲全部都勁 cheap 勁平嗰啲款嚟喎，係咪真嘅？喂，大雄，我係見佢俾綠色圈圈我先至 OK 嘅啫喎。輕飄飄咩嚟㗎？哇，好多奇怪嘢啊！講真的，真係唔知咩嚟。我驚咧嗰啲 item 咧係是某些 specific 的嘢，例如即例如好像那个徽章咁，一定要俾阿神奇小子咁样嗰啲咧。轻飘飘，我真系完全想象唔到系咩。弹珠，冇人想要弹珠。免衫，百科全书。免衫先生是好像一个万年的学生嚟噶嘛，好似系。所以他需要读书，读书读到傻咯。鲷鱼烧加白豆沙，好得意啊！鲷鱼烧，我就算去到日本咧，我都会去买鲷鱼烧嚟食，因为我觉得系几得意嘅一样嘢嚟食，唔错唔错。喂，海底隐藏城堡。仲有好多我都未 unlock 到佢哋嗰啲机械人啊嗰啲，呢个系咪今次够唔够 unlock？ 骨子更改装成，得呢个要，得骨子嗰个系最好。试下啦，叮当同大雄，技安系擅长，阿福反而唔系，派叮当佢会唔会唔够嚟啊？但系叮当系擅长，我有100分，快过嚟帮衬啊！就拣呢个啦。喂，又话搞错。咩嚟噶？鲁智浩嚴記、三河屋同埋月中祭果 ，OK 啦，我哋都算多人嘅，感动咗，感动咗，好笑有阵时佢哋嗰啲，佢呢啲广东话咧，佢真系香港嘅，但系咧就香港唔晒咯，感动咗，有咗，好，我要中间。哎，点解会差唔远啊？我想要冲间咯，算啦，都有，都起码都有，算啦算啦，探索力不足喎，喂，佢唔掂喎，大雄，喂渣啊，大雄你，乜咩嚟噶？即系个什么东西啊？好似啲水毛月，哇，好靓喎个名。个名超靓喎，但系佢劲似嗰啲，又系啲酒楼咧。你食完饭之后咧，佢话阿生啊，我哋上埋啲甜品啦，好唔好啊？嗰啲咯，嗰啲物体咯，完全唔知咩嚟。个名好听，但系佢应该系啲普通，上面系红豆，下面可能系啲奶冻，硬身啲嗰啲奶冻咧，可以切成，跟住好似叉吉到嗰啲。即系好似嗰啲中式嗰啲桂花糕啊、咖啡糕啊，咪成日有啲咖啡糕咁，唔知点解又系复古杂货店可乐饼好啊，送俾你啊，我中意可乐饼。复古杂货店都要，我哋有多钱嚟噶？房客抵达 ，Hello， 有冇有兴趣考虑咩啊？咖啡馆联成攞奖喎，心的团结考虑下。推荐了
有旅游巴系咁喺度车啲人嚟，超癫。我整一口气整多啲咯，我哋整晒啲款佢。搭咩红豆沙、豆子红豆沙。哦，呢、這个盐味豆大福好食噶，呢、這个盐味豆大福我中意食。我对上一次去日本咧，我都系一条好似啲老街嗰啲咁嘅地方咧，即系唔系好多游客嘅，但系其实佢都系好明显做游客生意。我见到佢，但佢又唔系好多游客咁啦。总之就咁咧，佢就有个婆婆咧就喺度即系卖紧呢个变身的人。边个识变身啊？冇人识变身喎，好似喂冇人帮到佢喎。派边个啊？派美子咯，美子识变身啊，美子。美子嘅 background 系咩？我唔知喎。美丽变身，一讲变身我谂起四冷门，我四冷门又唔出 game 噶。如果四冷门出 game， 我都会考虑下。四冷门可以出到咩 game？ 都系回合制，打妖魔嗰啲。又要我哋养根啊？炼切甜品。都系唔够，我大红唔够。呢、這个又唔知咧，有啲咧，我哋之前咧通咗关咧，解决晒嗰啲咧，无端端打一只怪兽出嚟，可以再打多次。红糖加冬粉，哦，水羊羹 ，OK， 成个布甸咁样。哇，福利好威啦，整个成四个 F 币嘅，1000蚊碟，哇，六个 F 币，你咁嘅垃圾水羊羹搞咁多嘢嘅喂，后备加七，啊，算你啦，又后备加七，算你啦。复古杂货店，可乐饼正，好得意。可乐饼我都好中意食，但系通常好多嘢都系幻想咯，即系譬如睇《奇天地大百科》就会觉得可乐饼一定好好食，所以波仔先咁中意食；豆沙包一定好好食，所以叮当先咁中意食。但其实并唔系咯，即系并唔系真系咁好食，我只可以讲系好 fantasy 咯。羊羹又唔系真系冇食啦，蜜瓜又唔系真系话讲到咁巴闭啦。咁样啦，布甸亦都唔系系好趋之若鹜嘅嘢啦。附近嘅知名咖啡啊，系上次借嗰个三色团子，卖得如火如荼，反应良好啊，常态化销售。哇，540蚊啊，而家个三色团子，10万咩噶？鸡髀棒球，我球棒应该俾阿。即系纪安嗰个咁啊嘛，棒球俾啊猪头饼啦，绝对系俾猪头饼。哇！呢只又系，即系其实系咪超人特加嗰啲怪兽嚟噶？佢劲似咧超人打怪兽嗰啲怪兽，又系有嗰只蝙蝠咯。好，先秒蝙蝠，严厉分析对方。哇，好痛！正要直接翻屋企。好，大雄牺牲咗都系，满血嘅大雄都俾佢打到残，瞓低。但打赢咗呢啲咧，冇乜特别嘅，纯粹打赢咗嘅啫，即系唔见到有啲咩奇怪嘢。好正呢间复古店，咩培具啊？炼切甜品卖得如火如荼，好多人觉得新颖有趣，报名者络绎不绝。110000蔬菜获得，蔬菜俾边个咧？蔬菜我谂起纪安。阿妈，啊，不过佢哋系卖杂货，
去江田杂货店纪念红豆沙，哇！100分，100分，轻松。喂，唉，差少少啊，多大力咗少少，就系嗰少少。诶，今日生意好啊！喂，多112个F币，红豆汤、电轮蛋糕冇，戚风蛋糕，啲西式蛋糕嚟喎，唔系啲咩日式嘢嚟喎，点解唔系多西式嘢？呢个系佢揾酸梅星王子做咩？呢、这个乜水啊？完全认唔到一啲，好似换咗三帽戴镜嘅大雄咯、啊。服务台，我唔知系边号。服务台，美子回来哦，嗰、那个变身嗰单嘢，应该唔得吧？虽然没有成功，但搞笑嘅表情呢人多咗20000。吞入少少服务台，整个服务台都服务台，唔知道有咩用？系咪话俾你听？你要坐边个区域？你想要个区域喺边度？你想要个豆沙包？你想要个专柜店喺边个位置？可能咁，冇人负责。哦，终于有第五个 pose， 纪安嚟做。纪安嚟做服务台点唔点咧？其实好似唔系几 OK。纪安系好似其实就系适合做跑腿咯。嗯，诶，我哋够探索嚟揾嗰只嘢咯。达普啊，呢只达普好熟口面。佢系咪嗰个咩玩具王国嗰、那个？但嗰只系粉红色噶，嗰只黄色噶噃。同埋嗰只系咪叫达普咧？我都唔系好记得。但佢个样系似咯，系颜色唔似咯。而家色围咗佢又，因为我早排先睇完嗰、那个玩具国嗰个乜鬼野餐。哇！可以获得 F 币啊，太好啦，赚下都好啊，大佬。哆啦梦啦，大雄啦，静香啦，小夫、伴虎、野比玉子、野比大佐、老师、神圣伯、小红、奇天烈、波仔、美子、跳跳泽、猪头饼、面三先生、大象弟弟、松鼠妹妹、神奇小子一号、三号、左江内侍、超人魔美、也为门、梦珠、外星无查查同佢啲 friend、大耳鼠。春日管理汪达、酸梅星王子同佢冚家、洛基同佢 friend、巴赫定到巴蛇啊，黐线，完全唔识读喎。巴赫咯，我应该系读巴赫，系咪咧？唔记得咗，系先到空地的人。呢度系电视台，电视台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咧，我喺午夜时分咧偷偷拍摄咗布里金酒店嘅广告，但因为冇效果啊，所以俾咧沙比欧大人咧吩咐咧嚟睇下个情况嘅。哎呀，点算啊？我本谂住瞓晏觉噶，竟然有人嚟先，仲有一只好奇怪嘅兔仔啊！我话我奇怪，真系好失礼啊！我系达普啊，嚟自摩查星，查摩查星啊，嚟地球学习噶。查摩查星啊，你宇宙嚟噶？你想知啲乜嘢啊？譬如啊，地球人中意食嘅嘢啦，哦，有好多喎，好复杂噶，唔好理咁多啦。我而家喺铜锣烧店帮手啊，你不如攞嚟试下啦。哦，多谢你啊，我先攞翻去啫。同我主人沙比欧大人咧去报告。沙比欧大人，哎，咪系咯，玩具王国啊，系喎，系佢嚟噶。呢只系咩机械人嚟噶？呢只我唔知喎。喂、哎。
好混乱。系啊，系呢、這个呢、這个系诶哆啦 A 梦嗰套剧场版嚟嘅《大雄与白金王宫》。O K， 大雄与白金王宫咩叫做？唔通我又误会咗？但佢好似好似嗰个玩具王国，我要阵间 check 一 check 先。我 check 咗啦，系真啊！但佢唔知点解改咗，佢系我而家睇个改咗名，定系因为系佢即系哆啦 A 梦都好多。哇！呢个咩嚟噶？好丑样嘅喎，呢个好丑样，好呕心喎呢嚿嘢，鬼馒头。佢个名真系完全冇对得住佢个样咯，系啊，鬼馒头真系冇装饰啊 ！C Q C Q 蛋啊吓，嗰、那个咧。因为而家叮当咧都好多嗰啲电影版咧系好似而家嗰啲 game 咁样 remix 晒，黐打线嘅。其实咧佢 remix 完之后咧，其实唔好话叮当啦，好多好多嘅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会有能发明嘅人肯定揾奇天烈。Yeah， 奇天烈。有啲game 啊动画。亂馬咧，咪又係remix 咗嘅，而家話播啊嘛。跟住咧，我睇嗰啲圖嗰啲相啦，嗰啲圖片啦，其實真係唔知係咪我哋啲乜年紀大咧，硬係覺得咧，舊嗰度一定好啲。叮當又係啦，叮當我覺得最靚係我嗰個年代咯，講真。以前嗰個年代我都有睇嘅，即係我未可能我好早期好早期第一 round 嗰好醜樣嗰啲叮當。咁跟住後屘，我覺得最成熟嗰個動畫係去到九十年代或者係千禧嗰個二千年嗰啲咧，嗰個大概嗰個年代咧，佢係最靚嘅畫得。跟住而家咧就而家其實唔係話唔靚，但係咧感覺上咧個公仔咧好似係好橡胶啊，我觉得好泥胶 feel， 好似好容易搓完咁扁啊！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讲咩？如果你有睇叮当咧，你会发觉咧，佢啲动作咧，一来系夸张咗啦，咁第二系佢好容易咧，即系譬如佢跌落地下咧，即系好简单地叮当跌落地下，咁其实佢会有一下嘅瞓低啦。咁佢机械人嚟噶嘛？佢系哇好正，我雪糕掉完先。咁佢系机械人嚟噶嘛？咁佢应该跌落去硬身嘅感觉，系硬嘅，即系你会觉得佢系硬嘅，一嚿嘢咁样啦，好似个波咁。如果啲波太软咧，佢跌落地下咧，佢会有啲变形噶嘛。咁而家嗰只叮当就系咧，佢跌落地下咧，佢系会变形噶。你会觉得佢好似一个像，佢唔系机器咯，佢唔系一个机械人咯，佢系一个我唔知点形容，好似好软，好有弹性，好软，好腍嘅一样嘢咁样咯。又不是说不好的，即不是说什么问题的，不过好像 over 了，我觉得是有点 over 了。作为一个叮当的 fans， 我觉得这坛东西是 over 了。好，都是雷米饼是最优秀的。御手洗团子试一铺我们。哇，最高分是御手洗团子，最癫是这个。去啊。100分 ,yeah,104 分的品质是。好中级比赛。快帮衬啊，我的团子最优秀。就揀这个啦。好啲。赢啊。480几分，哇大抛嚟啊，团子比赛中等中级特等奖。我哋要吓未来币，哎呀果龙啊啊！你再高啲唔得嘅，矮啲又唔得嘅，叮当系80体力超癫。我后面嗰个头好熟口面啊，系唔知边套出现过又系，我唔记得咗边套啊，好熟口面啊，但系呢个。睇得太多啊！叮当大长篇实在，咦？佢嗰啲应该系鱼怪嚟嘅，前面好似咧 Aquaman 嗰啲咁啊，嗰啲攞条鱼叉，
水世界嚟噶嘛？佢边一套边一套大长篇系有水世界咧？哇！静儿又翻屋企啦，缩小电筒。哇！死啦，应该未必够打喎呢个，可能要用法宝啊。double 技安，好啊，点啊？击退要挡路鬼，而家要靠嗰个咩咧？好浪费啲 F 币。雪糕类啊，我哋冇喎，我哋直行冇雪糕，一样雪糕嘢都冇。芝士铜锣烧，铜锣烧夹芝士会唔会好奇怪？未食过，找到本神奇书咩嚟噶？又变身娃娃，喂，又系唔识噶，好癫，全部都唔识。已经去到咧冷门到咧唔识啦，太偏门啦。我唔知道你哋咧以前细个咧，我以前细个咧就有好多嗰啲 Coco 啊、快乐龙嗰啲嘅。即系你如果唔知系咩咧，简单啲讲就系、是，即系睇漫画咪一本本嘅。咁嗰阵时候咧就每两个礼拜左右就会有一本 Coco。咁嗰本 Coco 咧就集合咗好多唔同嘅漫画连载，咁即系好似人日本应该都而家仲好兴嗰啲咩小学五年级啊定乜鬼嗰啲咁样嗰啲啦。咁咧就嗰时候有一套叮当咧连载咧又好神奇嘅，嗰套系有十二个叮当啊。咁佢哋每个叮当都有唔同嘅 style 嘅，可能有西部牛仔啊，有个中国嘅，有个系阿拉伯嘅，我唔知嗰套咩嚟嘅，其实我唔记得咗嗰套咩嚟嘅，但嗰套嘢好鬼神奇。总之你幻想有十二个叮当，只只都唔同色，跟住只只都唔同嘅 style 嘅。我最记得系有中国同埋有个西部牛仔，跟住有个系阿拉伯，跟住仲有个咩咧？仲有好多噶，仲有。我而家捞唔到，我直头连嗰系列嘅系乜嘢系列嘅叮当咧，我都唔记得咗。咁就好似未来世界咁，成扎叮当喺度氹氹住个花园喺度玩咯，几好睇嘅嗰套嘢。柴火取暖，电影院32万。野餐目的地再开多个咯，我哋杂货店可以再考虑嘅。哇，佢俾咗啲咩我？飞碟，出现咗飞碟啊！喂，睇下我哋个太空区要准备开播啦，太空区有蛋白霜添。海底隐藏城堡，机械人城市。大雄仲未够啊！搞错啊，咁鬼耐未够，帮佢升一级咯咁。探索能力，咦？喂，阿福劲啲嘅喂，阿福190几喎，阿福咁劲嘅点解？我睇下呢个够唔够玩先。我冇估到喎，阿福其实煮嘢食咧，仲要连探索人都好叻喎，咩事啊？阿福唔得啊，探索力不足啊，我哋。咦，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是可以派阿福去啊？派阿福去可能会 unlock 到，因为差少少而已嘛，好像派阿福有这个机会可以成功。嗯，做成雪糕然后拿去贩卖，喂，我都想啊，可不可以教我整雪糕啊？水羊羹 D 级，奇天烈翻嚟啦，点啊？一定成功啊！佢专门系做发明嘅奇天烈，我75个 F 币，呢个 yes， 提升至68，
豆子，历史旅游，漫画，可乐饼，食谱，工具组，我睇下先。咦？喂，又话有嘅喂，有咩漫画工具组都喺边啊？冇嘅 ？Why？ 可更换店员啊？店员衣服、冒险茶应该可以增加我哋嗰个训练。室内旅行机、菜单型更改风格，得闲搞住。自动贩卖机，糯米粉加豆子，烤豆饼，好核突喎！好似豆，好似烂面嗰啲豆皮面。诶，原来猫仔中意。OK。二人座位，升级唔差几多，差一个，等阵先。哎呀，带唔翻嚟，我记得有个人系有人要揾紧只马骝仔嘅，可以派条友，咁我哋就应该fulfill到佢最后尾嗰、那个嗰、那个那个要求。睇下先，小超人二号，依家店嘅甜品咧就系、是、一直超美味，最近咧简直更上一层楼，因为我对佢哋嘅甜品偏心啊，是但啦，好鬼大篇，好鬼长篇大论，加啲试下睇下正太空位系点嘅样子先 ，space， 好悲加二。农场主人，佢样劲劲外国嗰啲嘛，劲未来战士嗰啲嘛。阿藤子 F 不二雄咧，好中意话啲未来人咧着啲衫咧就咁样咯，成件头，跟住之后咧，诶喺个领度一个 V 字型咁样。饮冒险茶加超劲喎，哇哇傻啊！冒险茶哇咋谂啦，冚冚声咁升啊！哇！阿福系可以再升上去的，大雄同埋正爷棘住咗咯，已经43已经好乸癫。即系阿福系前途无限嗰啲嚟嘅，估唔到，估唔到竟然系阿福咯，揾到宝贝啦，耶、yeah, ！恭喜晒。咁应该齐啊嘛，大山，哎呀，发线啊，系啊系啊，啲旧啲嘅名字我有啲印象，发线。我其实神奇小子我应该真系有睇过，不过完全唔记得晒。我系有睇过嘅，应该。咦，我哋可以整睇下先，整四人座位呢度，坐埋过嚟。OK， 诶、欸，升到级啊，耶、yeah! ！今日连升两级，六升级喎、啊！喂，究竟系咪唔止五升级噶？梅树加火星地面，哇！火星地面，书本之谜。嗯，今日真系好辛苦啊，早唞啦。哎呀，弊啦！发生咩事啊？发生咩事啊？我个书包留咗喺店铺度啊！唉，真系操心啊，快攞啦！奇怪啦，盏灯着住嘅系咪有人啊？唔通有贼仔？啊，原来老爷爷，诶、啊、你好啊！哎呀，大雄，咁夜做乜仲喺度啊？我唔记得咗攞书包啊！爷爷你要搵咩嘢啊？其实啊，我跌咗啲嘢，如果见到车飞嘅话，话俾我听啊！车飞啊，系点样噶？哦，就系银河铁道列车啊，然之后车飞好似车飞咁嘅样噶啦。啊，我明白啦，再见啦，走先啦。喂。原来老细系外，唔系外星人，老细系咩嚟嘅？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点啊？烦死啦！做乜嘢啊？
神秘列车嘅车飞主人啊，原来店主老爷爷嚟噶。吓，系咯，佢哋话有嗰张车飞嘅人系未来世界嘅人啊嘛。咁原来系老爷爷系未来世界嘅人嚟嘅，原来。Oh my gosh！ 比赛中国城，哇，十八个，哇，好难搞喎，十八个比赛，点啊？好累啊！生朱古力同螺丝，我试下咯，好似好美味咁，生朱古力，我觉得好似好美味喎。我哋增加下佢个咩啊？咁样啦，十八，叮当嘅擅长。阿叮当去啦，佢擅长啊，俾佢啦。喂，哇死啦，攞唔到一百分添，我系排第三咋？咁恐怖啊！话而家我系排第三，好似有啲而逊色喎。咁渣咩？我哋啲豆沙包，哇真系第三喎！哇输得好离行离啦，我今次。估唔到啊！腰部唔识喎，喂！我上网查都查唔到呢只腰部喎，唔知咩嚟嘅喎。和腰部的世界接上了。Google 系冇呢只嘢嘅存在啊，系咪太耐啦？系咪藤子 F 不二雄佢？第一本漫画嚟噶，即系嗰阵时都未有电脑。麦豆冬粉、麦豆凉粉，完全唔吸引咯、啊！呢啲嘢食对于我嚟讲真系完全唔吸引，唔想食，见到都唔想食。好啦，咁我哋玩埋今日啦，玩埋今日我哋就差唔多啦。复活，喂，点解佢复活嘅喂？要弱智噶，我哋试下派阿福去啊，呢个机械人，我哋试下派阿福睇下可唔可以 unlock 到个机械人。我好中意呢个机械人，我觉得佢好似高达啊，细个嗰时候。咦得喎 ，unlock 到喎。新劇情，哆啦 A 梦有咁嘅机械人咧，我哋放喺个间店度装饰好唔好啊？吓咁大个，嘿咁吸引到好多注意都唔错啊！咁啊系嘅，就准备一下啦。如果突然间识咗咁点算啊？会引起骚动噶、哦。嗱、啊、唔会啦，我会将佢指挥台拆咗佢嘅，所以唔使担心啊。有呢个作为看点咧，咁应该会吸引到更加多顾客。后面嗰个女仔咪走出嚟嘅，粉红色头发嗰个女仔咧，嗰、那个女仔咧就系呢个机械人咧喺嗰一集度咧系嘅女主角嚟嘅，哇好大部喎，好正喎喂，哇劲威喎，利路路控制呢个机械人咧好得意噶，佢咧系嗰个电路咧系一个波嚟噶，那个波咧系好似保龄球咁有三个窿噶，诶利路路识得嚟添。大雄与铁人兵团系啦，咁就嗰时我觉得好神奇嘅，只要个波咧掉入去咧，个波其实识讲嘢嘅，咁只要掉入去咧，跟住咧佢就会控制成个机械人咯。跟住好似系话呢个机械人咧想破坏地球定啲点样，但其实个原意系想即系帮大雄，大雄你唔中意地球啊嘛，帮你破坏佢咯咁样嗰啲状态。哇，好鬼正啊！咁个机械喺度超型啊！我可唔可以出个模型俾我砌啊？好想砌啊！呢部嘢好乸型，系哆啦 A 梦嘅超型啊！总之佢出 figure 都好啊，好鬼正呢个机械真系，但系好旧啦呢套嘢实在系太旧啦。如果 Bandai 肯出佢个模型就好啦。啊，我一定会用全金属色，竹子竹筒羊羹。
有布癫喎，我哋玩埋布癫。要赢多起码估六个比赛先至可以升到 level。我唔知道我挨唔挨到玩十星，讲真的，玩十星咁要应该都唔系容易嘅事咯。我唔想要钱啊，点啊，好嬲啊！我啲钱已经多到死啦，我觉得自己需要金钱。我要嘅 F 币，可唔可以用钱去买 F 币啊？美美已经差唔多去过100分仔，好劲！做咩？不认识哦！哎呀，揿错掣啊！不认识会变身嘅人系啊，唔好意思啊，冇人识变身啊，都应该系派阿妈过去得唔得啊？老豆啊，喂，搞笑啊！派老豆过去，派老豆过去简直系搞嘅试食区啊，几好喎、啊！饮料种类。差不多了，唉，今天黃花就收工了，他們好啦，我們今天都差不多了，其實都玩了一個鐘了，不知不覺間又一個鐘了、啊、等啊等他收鋪呢，我們就結束了。艾草是嗎？他撿了一塊葉，是不是艾草？嗯，是排名先21啊，我上次不都是21啊，好像都是21。我觉得我哋真系樽颈咗啊！而家好似冇乜点样进账，唔知点解。不过又唔影响啊。好啦，咁我哋今集就玩到呢一度先啦。我九月系叮当生日啊，系啦。咁我哋今集嚟到先啦。咁啊，如果大家中意系列嘅，记得俾个 like 或者 share 俾你朋友啦。如果想继续睇下其他片嘅 subscribe 啦。咁我哋下集再翻嚟继续玩哆啦 A 梦同罗小甜蜜语，系咁先，拜拜。